然后就开始实拍了，一实拍上来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画面，所以他们配合得很默契，而且在这个剧中呢，实际上因为这种默契擦出了很多火花，超越了原来我们剧组当中的一些火花，都是两个人擦出来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不是我们做的事儿啊，是他们两个人发挥的。其实就是拍戏就是在工作的一个过程，其实不会有这种太多的这种害羞，因为这样害羞的我们可能还会再拍好多遍，所以还是很专业的去把这个拍完吧。其实就是在拍，比如说类似像戏剧这种，在拍之前我们都会就是会比较爱开玩笑，其实就是在缓解一会儿要拍的那场戏。但是导演只要喊一开始拍，我们都会就是很快的就可以进入。对，可能拍之前的那种玩笑是在为之后的那场戏，解压吧。对。想问一下热巴，就是这个《秦时丽人芈月心》是8月14号上映嘛？然后您的就是好闺蜜杨幂的那个《裁判官》也是8月14号上映，您会不会觉得有压力？另外就是想请你评价一下张彬彬的吻戏如何？哇，这个人有毒吗？我会去看《裁判官》，我会去看《裁判官》8月14号，然后其实导演你觉得呢？导演你在监视器前看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蛮好的。但是刚刚两个人都说其实他们俩笑场还是有，吻完以后还是害羞的，还是不好意思。那么尤其是笑得很可爱，很快乐，不是那么严肃，就本来就完了。好，哪位记者朋友要提问举手示意一下我们工作人员。您好，这边想问一下热巴，就是之前在奔跑吧就是跟鹿晗合作也是很默契，然后跟冰冰呢也是合作过很多部作品，相比较跟两个人的合作，你比较喜欢哪一个？看错了，谢谢。其实我们这个是，我觉得我和冰冰合作是我们很多都是我们从第一部戏开始，新公司第一部戏《微时代》开始就一直合作，但是我们俩戏份不是很多那个时候。对，然后我们大概是从前面有一部《性感戏》开始，我们俩戏份就渐渐多起来了，就是两个人有很多可以一起磨合的点，然后就平时私底下大家也会去关于这个戏该怎么去更有好玩更有趣，这样也会私底下去聊这些。根本没有回答完整。来，哪位记者举手示意一下？那个第一排的。来，我想问一下，那个《秦时明月》原版动画很火，是否有看过动画版的寻找一些灵感？您问的是哪位？我问一下导演。肯定看过，但是没有看得很完整，而且那个动画我觉得做得非常好。所以说我们找灵感不光是看这个动画，看了很多其他的优秀的作品找的灵感。那热巴呢？您有看过吗？动画版吗？我没有看过动画版。对，但是我们在开拍之前有导演，我们几个当时也包括编剧，包括所有主创人员，我们大家都坐在一起去聊过这个剧本，也包括说就是剧情的一些该比较难把握的地方，就是我们拍戏中间过程当中拍到就是可能自己有些很难把握的地方，也会随时去跟导演聊，也会随时去跟编剧聊。
嫖金的，这是个坑。他应该追他自己挺难的。先别问这个了。对，我们已经看到热巴已经替冰冰解围了。哦，谢谢。好，那个有刚刚没有问过的记者朋友们吗？我们先把机会留给他们好了。还有什么问题啊？那行，就那位那个刚才第一个问题那位女记者，您的右边有话筒。就是想要问一下冰冰们呢，戏里面刚刚片花里有看到你，就是有很多抱着热巴跑的那种镜头嘛，然后里面也有很多打戏，那对你来说抱着那个热巴跑的镜头看起来比较吃力，还是打戏比较吃力？这也是怎么讲呢，其实热巴一点都不重。哎，你为什么这个问题你不说，这个问题先不问了？哪个比较吃力是吧？打戏吧，打戏会比较累，但是累更是累并爽的，对，因为我喜欢打戏，所以不会觉得特别累。累电视剧叫《轩辕剑》嘛，但是它里面的主创也比较红，那你有没有担心过这收视率会往下降？因为它那个它跟你其实没有冲突，但是它是一个有点玄幻类的，所以有一些可能年轻的朋友们可能更喜欢去看那样的片子，你有没有担心过？他不担心也没用啊。其实我真的觉得无所谓，因为这部戏如果说放在那个档有人看了，那么我相信不会失望，不会像有些戏看完以后人觉得很还不如不看。所以这部戏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是充满期待，就我自己也很期待，尤其剧中的所有演员的表现，那么我们整个这么长时间的花出来的心血是想等待观众的检验，所以我觉得我不怕。好，谢谢导演。来第一排的举手的那位女生。我想问一下赵冰冰，就是我看片花里面你演的这个尹正特别霸道总裁，很有霸道总裁的气质，那如果播出以后有人就这个问题说比如说尹正在历史上不是这样的，或者是觉得你塑造的这个尹正太具有现代气质言情气质，你是怎么想的？怎么看待这个？我觉得我饰演的尹正跟历史上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吧，因为他对于自己的兄弟情，对于自己喜欢的人，他应该活得更有血有肉一点吧，就是不是我们以往了解的尹正就是一个很冷血很残暴的人，对，会有一点不一样。对，我就想说如果有人说起这个问题是有一点点吐槽，或者是觉得没关系你觉得没有关系？没关系，对。好的，我们还有记者朋友要提问吗？来第二排的那位女生。我想问一下张边边，你那个配音是自己配的还是？这个戏很遗憾不是我自己配的，因为我本身也比较喜欢自己配音，但是呢我因为我就是声带有一点点受损嘛，所以然后我们这个戏又很快要播，所以可能配出来达不到之前的那个状态，所以我就觉得这部戏就别自己配了。对，好的，谢谢。来这边的
第一排的女生。你好，我想问一下导演，就是说这一部戏，然后之后播出了之后，会还有一些花絮之类的放出来吗？比较搞笑的之类的？听说有，听说是有，是吗？每一集后面都可能会有点花絮。啊，就是作为彩蛋之类这样的。对，可能是因为，但是我剪正片的时候，我没有剪。哦，这是别人剪的。对。啊，行。然后我想跟热巴说一下，就是特勤跟微博多发自拍，谢谢。目标就是要把这个人，就是一定要伤害到他这样，但是可能论戏份就是难或者怎么比较难表演出来的，可能内心戏会更加的有一点压力。好，谢谢，麻烦您把话筒交给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有哪一位记者朋友要提问的？后面举手的那位白衣服的女生。我想问一下导演啊，就是我觉得您对这个戏非常的自信，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您是第一次拍这种古装戏，然后有没有什么是让你觉得就比较遗憾，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这个部分呢？拍戏永远是一个遗憾的艺术。如果说现在你问我什么是遗憾的，我觉得充满遗憾，还可以拍得更好，如果说时间场景等等，但是在那个时间里，在那个节点上，实际上我们已经倾尽全力，已经做到最好，所以说现在如果说再给重新拍一次的话，那一定会拍得比现在好，但是不可能，所以我可以说没遗憾。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前段时间刚刚那个就是一些照片流出来的时候，大家对那个热巴的一个造型，就是她的一个妆容，她会有一些就是质疑，就是你们当初就是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吗？就是会觉得说这个太过韩风吗？是韩风吗？我不太理解，就是感觉好像跟我们原先就是看到的那种风格不太一样，这个是出于怎么样一个设计去想这样子一个设计？每一个戏都有每一个戏的不同的造型，那么造型师的设计包括我们主创的确认，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戏的风格。那么如果说每一个戏出来都可能是比最近一个戏或者最近一段时间比较流行的一个什么样的妆容，可能我们不会那么样去做的。接受起来，看看戏可能就接受了吧。好的，我们再给记者和媒体最后一个提问的时间，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先给问过的人好啊，没有问过的人来，后面那位举手的，来，我们请工作人员递一下麦，对。你好，我想问一下热巴老师，就是你是第一次演这种大女主戏嘛？然后你心里会不会有什么压力之类的？
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大女人的一个戏。那你要说压力的话，其实拍摄的时候还好，只是接到剧本的时候其实会有压力，就是很多地方我不知道该如何精确的去把它表现出来。但是在演的过程当中其实不会有太大的心理负担，因为不能太有杂念嘛。如果太有压力，可能我本来可以演成什么样，但后来我可能会走偏。所以在拍摄过程当中其实压力还是要自己去把它压下去的，就告诉自己要专注表演就好。然后现在马上就要播出了，其实还是稍微有点压力的，就是不知道大家看后会觉得如何。对，所以现在会有一点点紧张。好，不要紧张，你很棒，谢谢。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朋友以及到场的粉丝朋友们，也谢谢我们的各位主创。那我们今天的群访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大家